深嵌在戈壁荒漠之中，距离长安4000里，拥有的宝藏不计其数，包罗万象。它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此朝圣、探寻。 循环相逐的神秘三兔，不生语翅的浪漫飞天，凝固在壁画中的悦耳遗音，跨越时间的瑰丽星空，传承在丝路的弥勒信仰。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多种文化在这里共生，繁育出多样化的人类文明融合之花。 出来，你看这石头都风化成这样子了，短期内不可能风化成这样子的。这是这就当上大官道了，就是咱们说的高速公路，都走这条路。沿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道，走向戈壁深处，层层沙石下，埋藏着一座连接东西方的汉代驿站。 张俊民就是考古发掘这个地下世界的亲历者。悬泉置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处，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的汉代遗址机关遗址，隶属2000多年前的汉帝国敦煌郡。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有泉水从山涧流出。 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置是中国古代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汉唐时期的易制与风岁连用，有一个泉眼就会立一个风岁，有一个风岁就会设一个易制。这件易式图画像砖，出土于悬泉至以东260多公里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寥寥数笔，真实而形象描绘出古代河西地区的游弋情形。 一位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仿佛正骑行在从敦煌通往长安的路上。那个宣传字有两个功能嘛，一个功能就是政令邮书传递，就跟咱们说现在在咱们的邮局一样的，这是一个功能。另一个功能呢，它就过往人员的接待，官员了、死者了、过往的商旅了，他可以凭借他的那个通行证，在这个地方住宿。 当然，它这个宣传字的一切开销呢，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的，是官方性的一个招待所，啊，类似我们几年前呢，就每个县和官方招待所一样的。越过一片黄沙，依稀可以看见2000年前敦煌古城的光影。它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大汉王朝第一代开拓者们的悲壮与苍茫。 也许，连汉武帝本人都不曾想到，他的这一决策将为后世亚欧大陆的文明对话与连接带来怎样的影响。敦煌连通西域的故事，被初唐的画师清晰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壁画上。画中的汉武帝骑着高头大马。 身后跟着一群侍从，张骞在马前跪拜。而后，张骞率领汉朝的使团，一路翻山越岭，抵达了西域古国之一的大夏国。壁画描绘的艺术景象和史实十分接近。历史上，正是2000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才使得西域 正式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后来，为了便于守护西域，汉武帝先后在河西地区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长城风隧等防御工事以及游弋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敦煌 从地图上来看，按照中原农耕文明的筑城法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城池建造之地。敦煌的南边是连绵不绝的青藏高原，难以企及；北边则是广袤的蒙古高原，被匈奴所占据；向西是万里黄沙，人迹罕至；向东 与汉王朝都城长安远隔万里关山。Dunhuang occupies a major place in this road because it's the place where you begin to travel to very distant and very difficult places, and so Dunhuang was the last major oasis before you hit the desert. 那么，大汉王朝为何要在此地筑城？因为其他地方要么就是高山，要么就是沙漠，只有这个地方有一片绿洲。从地理条件上是讲，它处在东西方交流的一条走廊，而敦煌呢又处在走廊的尽头跟起点，所以这决定了敦煌在河西走廊上面 它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地位。从1990年至1992年，张俊民所在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悬泉至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发掘遗址面积6000多平方米，利用3维建模，人们再现了这座汉代驿站的昔日样貌。这是一座小城堡式的方形院落，大门朝东，四周有高大的院墙，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一应俱全。其中靠北雾墙的这一组房址规格较高，由3个相连的小院落构成。 每一个院落均是一个独立的套间。现在我们就到这个北墙，北墙外面，北墙的北侧，咱们看到这一片，就是规格比较高的接待那个贵宾和死者啊官员住的高等级的人员住的地方。当然，类似的，咱们有很有名的，对吧？乌孙公主啊，再就是长乐侯。 哎，再有丘次王与丘次王夫人都可能在这住过，他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都会在这个地方住宿的。院子西墙外是专门用来填埋废弃物的区域，考古学上称作灰区。考古专家们在这个汉代的垃圾堆发现了众多宝贝。这就是说，当时的最大的垃圾场，也是我们宣传汉检出土最多的地方，大概15000多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俊民所在的考古队，在悬泉置发现了各类文物多达7万余件，其中有汉简3.5万余枚，自简2.3万余枚。一落荒漠戈壁的历史旧影，得以再次被发现。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异制道理簿，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它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3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的行进路线。我们可以得知，类似悬泉置的驿站在敦煌郡有9个，它们从东到西，依次排在300多公里的沙漠戈壁上。 它刚好可以与另一枚出土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道里簿衔接互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很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图，它可以在这个图上随便勾一条线，这么走也行，这么走也行。 但是那就是太粗了一个这个，你要真想把这个丝绸之路落到这个地面上，落到一个点上，那是很不容易。但是悬泉置就给你提供一个坐标，这悬泉置，这就是汉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从长安西去敦煌4000里之遥，路途漫漫，关山重重，政令是如何通达的？ 通过考察汉简材料和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汉代的官员出使，在正常情况下，利用沿途驿站提供的车马，从长安到敦煌需要1个多月到2个月；而烽火边警和军情急报，通过沿途驿站的快马飞报，8天时间即可从敦煌上报到长安。 为了守护敦煌，抵御北边匈奴和南边羌敌的侵扰，汉武帝在河西4郡的北边修建了长城，还在敦煌郡设有2个重要的关，即玉门关和阳关。2关南北呼应，呈犄角之势，构成了河西走廊西段的2扇大门。 玉门关、阳关，实际上就是西汉正式政区的最后关口，它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但是总的就在中原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边缘。从军事上来说，阳关与玉门关作为城的拱卫，是王朝江山的象征，可以宣示大汉的雄风和军事存在。 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2关又可作为经商行旅和对外交流的口岸。而从建筑上来说，它们也象征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东汉时期到北魏时期，在中原地区呢，颍川郡有个地方呢叫阳关郡，那么在北边呢，有个关口叫做陈浩关，陈浩关呢也叫虎牢关，它另外一个名称呢也称为玉门。通过研究呢认为，就是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的名称，包括它的设置、形式等等，都是从就是中原地区移植过去的。咱们得急着往上走了，要不然下山天黑了就不好玩了。关于汉代阳关的准确位置，历来争论已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谜。为了找到汉王朝经略西域的考古证据，张聚民沿着汉长城遗址，在茫茫大漠中苦苦搜寻。 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所谓的阳关所在的地方进行了就是详细的调查，在古董滩啊也是实行了遥感，啊当然也是 RTK 测绘，哎也无人机航拍，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条件下的能用的手段呢，基本上全用上了啊。多年的野外作业，张聚民和他的团队用双脚丈量了所有相关的考古遗存。 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他们攀爬阿尔金山，最高到过海拔4600米的山顶，调查风碎。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之名， 已成为永恒的地理符号和文化符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追随我们的先民，在时光的尘海中，寻找到这个传奇地方的踪影，还原它的壮丽景观，复述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有的以前的先生讲的就是说，讲这个游夷路线交通，就是帝国的血脉。 啊，你这个，它是牵扯跟人是那个血管一样的东西，非常重要。嗯。列四郡，据两关，为大汉王朝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奠定了强大的战略基础。数以千计的军士被派驻于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守军。与此同时， 商贾、信士和各路行人络绎不绝地往来穿越这片地域，也带来巨大的粮草需求。玄泉志出土的大量汉简，记载了当年汉军将士、丝路商队、 东西使节们生活的诸多信息。如今，这批珍贵的文物馆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这份写在玄泉志墙壁上的40月令诏条，是一份颁布于汉平帝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内容不仅凝缩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40节律，也深藏了对此地生态自然环境的关注。你看这个呢，它就有一些，你比如说山岭川泽。 啊，对这个树木的砍伐，这就牵扯到环境保护；还有像这些，就是狩猎的时候呢，对野兽的这种小崽要保护，这些招领他通过枪毙上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所以当时啊，他是不仅重视这个中原地区核心地区的这个生态保护，也重视这个河西走廊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生态保护，它的意义就在于此。诏条中有一条如是写道：“为修筑堤防，立其水道也，从正月尽夏。”意思是，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水利灌溉设施，以保水道畅通，农业生产。可见，随着土地大量被开垦，水利灌溉系统也随之出现。有了这一批来自中原的农业移民，那么长期在那里呢，他肯定就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一些生存的方式就带到那里了，啊。那么他从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为主的地方。越过漫漫黄沙，今天的我们依稀可领略到古代敦煌屯田的旧影。锁阳城位于敦煌以东10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是集古城址、佛寺遗址、古垦区和古渠系等多种遗迹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遗产，总面积达81万平方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汉唐州郡级城市样本。100余处呈树枝状展布的各种渠迹，忠实地保留下来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农业经营和屯田体系。除了耕种、灌溉，伴随的还有粮草的仓储。位于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的大方盘城遗址，至今仍留存着坚韧的骨架和精致的三角形通风孔。岁月的洗礼并未消减它的威严。历史的记载证实，阳关、玉门关以及沿线长城和烽燧守军在古时皆依赖此地。它是西部边防的重要军需仓库，从汉代延续至魏晋。到了西汉末年，敦煌郡人口已经达到3.8万，以移民和戍卒为主的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并将敦煌发展成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大汉王朝同期，在世界的版图上还活跃着几个文明体，它们分别是在南亚次大陆是孔雀王朝和古印度文明，在西亚则活跃着一个安息帝国和古波斯文明，在古罗马由凯撒开创的罗马帝国和古罗马文明正在地中海沿岸辐射着它的影响。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还有诸多绿洲小国，它们是楼兰、于田、疏勒等；再往外则是大渊、康居和乌孙等国。在敦煌设郡之前，这些文明虽然互有耳闻和接触，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连接。当一座崭新的城池建立，一条通往长安的大道得以畅通，文明的交流与交往就此上演。从玄泉志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西域各国国王、质子、使者、商旅，经由丝绸之路进入敦煌，前往长安。辐射的区域包括今天的中亚、西亚和南亚。他们的信息都被一一详细记载。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 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这些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追溯文明历史的依据。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和国家，要追溯他们的历史，他们没有材料；波斯的这个铭文没有记载，他们只好来依据汉简来说明这些东西。这是危机留下来的文字记载。 这一册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公元前39年，地处中亚一带的康居国派遣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敦。 像的可以任凭走。当时啊，不管是人形还是马驮，它需要一定的保障。到天黑以后呢，它要打尖，它要停下来住宿喂马。所以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自发的这样一个道路，它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更能感悟到汉武帝当年的宏图大略给后世带来的影响。 想要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遥远广阔的西部，就必须控制河西四郡。而守护好敦煌，就等于确保了西域边陲的安宁和谐，以及大汉王朝与西域的命运连通。这恰恰是后来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形态在此相遇、碰撞、共生、融合的基础保障。 至此，一条伟大的连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也在悄然形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一时的策马疾驰，一个来自恒河岸边的古老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这里。大约。 试错以后才找到，才形成的。他们呢，主要的目的地是长安，是内地，是经商。敦煌不过是路过的，或者就是说碰到什么特殊情况，这居留停留在那里，滞留在那里的。后来形成一个交流，大批的高僧在这来往，有的是定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应该他找到了就这个适合开石窟的地方。今天，穿过敦煌绿洲南边的戈壁沙漠，就可以看到这些壮观的石窟。石窟本身是一种建筑，它是我国汉代崖墓和印度、中亚佛教石窟相结合的产物。戈壁沙漠里裸露的岩石被凿空，在其中绘制壁画和雕塑佛像。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文明的遗存得以延续。莫高窟是敦煌众多石窟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党泉河西岸。One of the old names for the Morgao cliff is Miaoyan, a miraculous cliff, because it's almost dead straight for well over a kilometer in length and honeycombed with caves. 今天编号为268的洞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已经1600多岁了，被公认为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之一。相传，公元366年，有个名叫月尊的和尚，云游至鸣沙山东麓的荡泉河畔，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行。忽然看到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1000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他认为这是佛的昭示，于是在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从此在窟中坐禅修行，崖上的净室被转化成佛陀的天宫。一场跌宕起伏的千年文化叙事就此展开。历代虔诚的僧侣、供养人和工匠，将自己的心念、祈祷与信仰悉数凿进鸣沙山的崖体里。苍茫的时空和梁山的内心共同作用，从而铸成了这座集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于一体的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从4世纪到14世纪，即上起16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陆续营建完成。榆林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境内，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的峭壁上，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洞窟距离敦煌近170公里，因艺术风格与莫高窟一脉相承，又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在榆林窟第3窟主石西壁的南侧，有一瀑普贤变。位于壁画左侧崖岸上，一位僧人双手合十，正礼拜菩萨，身后的弟子相貌似猴，双目圆睁，昂头露齿，也跟着双手合十礼拜。马背上驮着熠熠发光的经符。这一壁画内容正是唐僧取经图。这一故事因古典小说《西游记》而家喻户晓。画中的猴行者，就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同样的形象，在第2窟西壁的水月观音图和瓜州境内的东千佛洞也有出现。这些壁画均绘制于西夏时期，也就是公元11至13世纪。画中出现的猴面行者，比《西游记》这本书至少要早300多年。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孙悟空形象被刻画在敦煌的洞窟中？ 巧合的是，在印度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猴，供奉他的神庙到处都是。神猴哈努曼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他一出生就力大无穷，后来又练就了各种神通，擅长腾云驾雾，拥有不死不灭之身。 武器则是一个形似棒子的大金锤，被认为是智慧与力量的化身。有些专家认为，或许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哈努曼的故事慢慢传到了中国。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想象和加工，印度的神猴哈努曼，最后变成了《西游记》中唐僧的徒弟孙悟空。 这为早期中外之间的文明交流带来了无限遐思。Dunhuang is like the crossroads of West and East, Central Asia. So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their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religions,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ll came. into China through Dunhuang。位于印度中部的阿占陀石窟，始早于公元前2世纪，是印度最古老的石窟之一。瓦格拉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弯曲，石窟就开凿在河畔的陡崖上，绵延550多米。绕佛朝圣 是源自古印度佛教的一种仪式。阿占陀石窟中，可以看到这种支提库的洞窟形制。洞窟中设一座佛塔，由天然岩石造成，塔上凿龛造像，四壁与列柱之间形成礼拜道，供僧人和信徒绕塔观像和供养礼拜。 敦煌石窟早期的中心塔柱式洞窟，就由此演变而来。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也源自印度的皮诃罗窟，主要供僧人们日常生活和修行使用，几乎没有壁画、塑像。 除了洞窟形制，敦煌石窟中保留的几千尊彩塑，从形态到涂抹的色彩，再到造像手法，都裹藏着浓厚的印度石窟的身影。莫高窟第45窟保存了盛唐时期的彩塑，这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塑像， 堪称莫高窟现存最精美的塑像。唐代的塑像，身躯常做 S 型的3趋势，即头部、胸部和腰胯部分别朝着3个不同方向，使形象端庄中透出生动。3趋势造型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刻与绘画。印度桑奇大塔东门上的树神药叉女， 全身扭曲成 S 型曲线，初创了表现印度女性人体美的3趋势规范。被视作阿占陀石窟象征的持莲花菩萨，体态也呈现出优美的3趋势，被视为印度绘画艺术的代表。尽管敦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都与印度有很大差异， 但在佛教传入敦煌后，石窟便开始营建，并持续了1000多年。一场盛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的东渐之旅就此展开。 在莫高窟众多的洞窟中，编号为275的洞窟，充满了传奇色彩。南北两壁上部的双树圆拱龛，来源于西域或印度，而旁边的雀形龛，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 See at Dunhuang is actually from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India, not actually directly from India, because it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northwestern part, and that is aroun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hat's Gandharan culture. 犍陀罗，古印度16列国之一，疆域主要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 连通南亚、中亚与西亚，在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尊卧佛是塔吉克斯坦国家古文物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长13米，出神入化地刻画出释迦牟尼涅槃时的一瞬，弥散出一种不可言说的美。 值得一提的是，卧佛身上衣纹如同湿衣出水，与莫高窟275窟的佛像如出一辙。这一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最早源自希腊，成属于犍陀罗。公元前4世纪，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 古希腊和古波斯的文化艺术也一同来到了犍陀罗地区。又过了1个世纪，佛教在古印度阿育王的推动下，从恒河两岸传播至整个南亚次大陆。当古印度的佛教文明与来自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在犍陀罗相遇，一场艺术的对话在所难免，最终。 孕育出了混血的犍陀罗佛像，他们肌肉健硕，高鼻深目，头发卷曲，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皮袍衣着丰富，明显的带有希腊风情。然而，历史上无数次动荡的犍陀罗地区，并不是世界文明的最后栖息之地。 当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犍陀罗完成了多种文明的对话融合后，背上一个新文明的行囊，向更遥远的敦煌流淌。只有在敦煌，在和来自中原的东方文明相遇碰撞后，才算最终完成这场1000年的世界文明再造。 莫高窟第158窟的大卧佛，约建于公元9世纪前半叶，长 15.8米，集中外涅盘像之大成，展现出一种恬静的极致的美。这一尊佛像，眼睛似闭非闭，嘴角微微含笑，给人以身灭而道亦不灭之感。1200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洞窟壁画与佛像相呼应，使涅槃情景引人入胜，感人肺腑，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交融。The genius of Dun Huang is that it managed to combine influence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So that's why I say i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international place. 客观上就造成了它可以说河西走廊里面最自由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终点跟起点，所以各种文化的第一个碰撞交流就在它这里。只有敦煌，没有找不到第二个，其他都不具备这样的综合的条件。 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到敦煌郡的设立、城池的建造、屯田农垦以及官方邮驿系统的设立，敦煌从游牧文明进入到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新时代。而随着中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在此处生根发芽，敦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也已成必然之事。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陆地交往时期，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遇，敦煌石窟艺术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大胆吸收了中亚、西亚佛教艺术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外文化的互鉴交流。 茁壮成长为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敦煌，这座1000年的文化丰碑，将在黄沙与绿洲之上，开出文明融合的绚丽之花。